大家好，我是韩红天。废话不多说，现在就为大家带来韩综漫画一千话第三段的完整情报内容。其实，在876期韩综专题，我们会讨论海综一千话会在2020年末的圣诞节到12月31日这两个时间点到来之时。很多小伙伴都还是觉得我们很难在2020年看到海综一千话的到来，但是尽管如此，我们还是在圣诞节到元旦之间的时间点上，真的就迎来了完整版的海综一千话的内容。路飞来到第五层，发现凯多手下已经被西西里安所率领的毛皮族们所打败。西西里安对路飞说：“长毛小子，能力有限，我们就只能帮你这么多了。”路飞说：“别这么说，我可是记得你们之前是如何保护雷藏的。”一听雷藏响起楼上的吃药们，西西里安就忍不住哭了起来。来到镜头，奎因阻止马尔克这一边，看样子奎因已经将身体改造成像弗兰奇一样的改造人。他伸长改造后的脖子攻击马尔克，但那可是马尔克，小马哥用两只翅膀一起抓住了镜头奎因的脖子，然后将索隆扔向了楼顶的洞中。来到大河这一边，他拿出一篇笔记，对陶志说：“你是在白胡子船上出生，然后去到罗辑船上待过一段时间吧。他们曾说过，20年后会有一群强大的新生代出现在新世界。”大河之后继续补充说道：“在玉田日记中写道，新生代的孩子们会在20年后出现，来打败凯多。”而随着大河的话，紧接着我们就在画面之中看到，路飞已经到达轨道楼顶，罗已经有能力到达楼顶。然后我们就看到路飞、索隆、罗、基德、基拉正一起对视着前方的两大死皇大妈和凯多。凯多对大妈说：“玲玲，你知道这些小鬼之前对我说他们想成为什么吗？”大妈说：“当然知道，这混蛋小子在之前毁了我城堡的时候也对我说过。”而就在凯多和大妈对话时，路飞已经从他们中间走过，来到了他们身后，已经奄奄一息的直小九人身边。凯多这时对路飞说：“臭小鬼，你再在我面前说一遍你想成为什么来着。”而路飞根本没有理凯多的，对警卫们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来晚了，警卫们。”警卫们说：“在下真是羞愧啊，死后都无颜面对雨天大人。路飞阁下，我能请求你肩负起合众国的重担吗？”路飞说：“当然可以，这可是我朋友的国家。”凯多这时已经出现在他们身后，要将狼牙棒垂下来。路飞对罗呼救说：“帮我把赤脚九人送到楼下。”话音一落，罗就已经行动输送走了警卫们。紧接着路飞躲过凯多的攻击，他在空中用三秒的新招式赤石重击凯多面部，让凯多面部燃烧着火的砸向地面。大妈大喊：“你在干嘛，凯多？你怎么能让这小子那么揍你呢？”紧接着鲁飞就对两人说道：“我是蒙奇蒂鲁飞，是要超越你们成为海贼王的男人。”好了，本期情报就这么多，好消息还有，下周不休刊，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，我是黄浩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